在封包了，好像是，所以大家都封了。可以确保没有？因为我的准备吗？嗯。你说什么东西？怎么会是这边就要下呢？下面还有一站。我们之前都做了两站啊。对啊，是啊。Coco say will stop, right? Hi. 对啊，我们要去国际啊。不用紧张。上次就是我们之前都这么做两站，都很好。下个礼拜再。过来年。ゴンドラリフト運休のため、ウサギ台あがるお客様は秋山から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もしかしているならドア開けますけどいいですか。不就去国际吗？对啊，去国际就没做过啊，做做看啊，看看。反正一次就做到那边。好啊，没有，好像两段。一次就是啊？真的吗？第二段就是我们平常坐那两排的那个地方，一个快一个慢的那个地方，是吧？是啊。对啦，真的要做两段。如果你还要滑那一段的话，确实要做两段。他刚的意思是不是工作啊不停？不能上，所以他直接不停车。那不停更好吗？不知道，那应该要可能有人还在上。哦，那我直接。对对对。哎，发生你都不能。一点六的一点。啥子歌？我们前面那个啊，什么塞一点的？六前面。要几塞的？几塞多？猫咪坏掉。岩岩岩岩的。看右边，看右边，你的 central， 应该在右边。哦，你说你找到了？我那时候上来就有看到。他后来是管手吧？
好。
鞋子弄面罩，这时候才弄比较好。鞋子也要弄。对啊，你看我鞋子这样松松的，这样比较不热啊。我拉手链。你在拉拉链？我在拉黑色。等一下可能坐缆车就会等。对，我在床上。嗯。你为什么不在学？到九点为止，现在到几点？快九点了。对啊，就下一点点而已。预报是这样。录影中，你怎么看不出来？我根本没有录啊，我还没开，因为我还没戴面罩，所以那个线路还没接起来。然后刚本来想开，后来想一想，我还是让它接着电的状态才开始录这样。笨笨的，对啊，帽子跟那个，你什么时候穿的我给你的那一件？你那件当中层哦？对啊，那件不是中层啊，你这样会不会冷？不会吧？我确定那件够厚哦。因为今天又会出太阳。好，我倒是怕我自己穿太厚。对啊，我是觉得有可能。而且今天要上课，搞不好会大冒汗。又有臭的刺，拔开了。艾美华正在嚼舌。嗯，他这样很难搞定啊，最好找个外国人。那今天的话，我觉得是确实几率可以，因为有可能有人今天才到还是什么。你说是不是？他就跟着他有交涉快成功了。嗯，我不知道他到最后开多少价钱。他说4000啊，我刚刚4000，我觉得一定 OK 的。对，因为他那还想卖4500，我觉得4500就有点尴尬，因为对啊，如果那个人不够啊，他就4500再加5200，他再买一个，他就两日。啊、但是他不应该高过，不应该高过4200，这4000是收多少钱？只求把它卖出去。那赶快换，换。对啊，4000这样不是很好？对，我也还没穿好。我靠！为什么你又没拉哦？对啊，真是太扯了。为什么我没拉呢？哎呀！问你自己啊，为什么没拉？如果他去盐业卖的话，那不就更便宜了吗？不止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说，那要在八方卖。今天脚是比较肥啊，扣三格就不行了，就很紧。省什么？省格子啊。省什么？不能少扣。正好那个蓝色的人正在买。
怎么了？帮他换，嗯，然后结果还要换人，帮我叫我就是帮我，哇，花点害你卖不掉，对啊，没有，可是我觉得至少人家看到那一张，他就觉得啊，今天的他可以买，啊，如果那个券的话，人家不敢买，哦，幸好下一个人就跟你买了，对不对？你安全帽没扣，就今天忘记戴耳机，哦，完蛋了，为什么完蛋？你喇叭记得开大，手机你的那个口袋没拉，右边，里面的。好，你要先穿好一脚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感应到了，然后他就，我感应到了没过啊，他就不让我过嘞，因为我不小心很远就感应到了。对啊，所以还有很多学校在这里。我怎么觉得今天没有那么冷？我也觉得，所以我在想说，我拉链开着好了，会冷再拉起来。我怕里面穿太厚。拉链比较冷。哦，里面穿太厚。看一下，这看起来像没压雪，不可能那么快就烂掉了吧？国际一开始就是黑的，哎，黑色是国牙，哦，好像是哦。越要从幼儿园回到这幼儿园，先挑战新高，穿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件裤子，怎么穿得进去啊？这件太薄了，
两件保暖层，一件 face layer， 一件束裤，然后一个防晒裤，一个内裤。我有穿防晒裤，然后我不会没穿防晒裤，有。我才忘记我有穿的，坐起来就没感觉。有啊，我摸到颗粒，但还是觉得没什么感觉。他们两个都穿好少了。你说那个哦，那两位先生？没有没有，是比较看起来比较年轻的那个穿比较少，一件而已。对，那个还有穿中层，有在运动身体比较好吗？不会嘞，我想说我运动这样子，还是要很你胃刮，谁叫你要潜水？是潜水搞的吗？潜水改变体质吗？我猜有可能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。因为很多人潜水就不会啊，也还好。还是很多日本人直接去票口买票，用原价买。我以为他们日本人都会知道，就是一个住宿搭的或什么。有些我们那天昨天在看的时候，有看到很多住宿，然后拿一张纸就去换。对啊，好，卖掉就好了。对啊，哈，这样你也划算啊，因为我们买那个票才6480哎。是哦，我们那6480再除以一半，一个人3240。不是不是，我们买的盐月，你的一天本来可能跟我一样拿来用盐月嘛，对啊。哦，原来你们是这样比较再划算的。对啊，盐月票很便宜啊，所以才叫你来发放卖，发放票比较贵啊。对，发放票一日要5200，太划算，那个人也划算。好松哦，对啊，哇，这个令子好长哦，接近狗狗啦的点，差一截而已。天哪，他在上面受风寒的，他可以受狗狗啦，他也可以穿鞋子。而且这个，我之前刚在坐车，我就在想，因为缆车没有穿鞋子的人能不能上？然后刚我看到旁边刚好有直行说没有穿雪衣的不能上这个缆车。是哦，对，应该没有穿雪衣，唯一能坐只有gondola而已，所以来观光的人只能坐gondola。对，所以这个夏天会开吧，就让你们观光用。他可能就后面就开gondola就好了，就拉很高啦。可是这个就比较凉啊，夏天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远远看的这个。是这个吗？是这个方向吗？有冷的。有啊，我已经都拉好了。你是拉开还是拉？我一下是拉开的，因为我里面还是怕很热。就是下面很热，上面就冷。太阳呢？不知道，暂时不见了。好猛啊！就这样一直冲，一直冲，每年都滑好几次，有兴趣。都没有小动物，你有看过吗？没有，好像在苗场看坐那个龙缆的时候看到一次。看到。不知道是长得像狐狸还是什么的东西，就觉得有看到一眼这样，然后怀疑是不是真的看到。是不见。因为好像就坐在边边。因为龙缆很远嘛，对，他就
也不可能有人下来啊，所以他们就在路边。有好像印象就看到那么一次而已。我们坐广州的时候，是坐那种列车啊，没看过。因为人就在那咕噜呱，他才不敢出来嘞。人都看不到，好想看看。就只有看到他们的小脚印。可能小弟昨天坐在缆车上，正在用音频，就是看能把树上的那个震下来。音频呢、欸？啊，然后就真的有东西开始掉，也不知道是刚好。你小心。怕喇叭是不是太好？超烂、啊！我觉得弦乐才叫超烂，好不好？播一播又烂掉，播一播烂掉，弦乐更烂。我想说弦乐是比较巧嘛，然后票比较便宜，然后也就没有。现在学生小，比较没有经济效益。转弯吗？我看不是很清楚哎、欸，这也是整个馒头吗？对啊，但是没有很大，没有这样子之前那个。有人在漏掉，然后再来一个，哪里？网子上啊。这里都捡不到了。盐月那边树比较漂亮，没有要看结成的程度了。这边的桑叶也漂亮啊。这个乱乱的。对啊。这种山应该蛮漂亮的，绿绿的，整片。夏天叫我来爬山，我也爬不动。只能坐港兜啦。上去就是我们滑的那个，都是这啦，就是到了。哦，是这哎、欸，原来是这啦。那就没有广州啦，这个是替代方案。难怪他可以这么开心就把广州拿过来。对，然后就一般游客就没得坐啦。
好黏哦，是不是？有吗？很难动啊。没有，这不是黏，这是咕啾咕啾。推不动。推不动。那个粉压到的声音。推不动。哎、欸。我检查一下我的票，我今天票不知道为什么过不去。不够低吗？没有，真的是我感应过一次啊。嗯。他就过不去了。我不让一个人过两次，他过了，我很远就感应到，然后他转了，我还没有进去，是哦，我就过不去了。后来是那个人来救我。他怎么做？他用他的卡帮我逼。哦。他是防止两个人用同一张票，是不是？太近了吧，啊这。谁的？的。你要顶了、哦？顶啊！我蛮轻的，我坐歪的。好了。现在已经看不到压过的痕迹了。你说那个，那个压雪车的那个。雾雾的，一点点，看不到山顶。嗯，对。你不会就要下去了吧？没有，这里我可以滑两次吧。依照经验，我之前是不知道花多久，今天好像九点半就到了。早上他到要几点到？啊？他十点到。我觉得我九点五十到就可以。他到底是说几？规定是说几点到？没有哎、欸，他说 ten o'clock。啊，我的 zero 那个 zero 我还没打开。哦，难怪我刚有叫了两声，你们没一个听得到吧？他没戴耳机。他没戴耳机，你把手机静音关掉，然后声音开最大就可以了。那按不到，小心一点。就这样。我开始是河岸了啊。宝宝宝宝宝宝宝。没有痕迹的，哦。那我测试一下。嗯。还没连上。测试测试。示范你都要看不清楚，不会、啊，其实在这里，我很包没有很热。对啊，在那边慌张。那个上次我摸你手机的时候好烫。那因为是在室内。哦。它散出来的热度就这么一点点，被人家吸走就没了。呵呵呵。对啊。根本就热不起来。如果在冷的地方。可恶啊！对啊。上面应该卡了不少人吧？这几号柱啊？看不出来。好，我的目标是脚要更平行靠距。你只要练抬脚跟手摆前面，就可以练一天了。对啊，抬脚未必一定要一直这样抬脚啊。它不是浅浅的抬就可以了吗？其实是重点是抬得够久，你抬一点点也 OK。其实，在一开始试的时候啊，会自以为抬很高，结果只有抬一点点，回去看影片。我也还自以为他很高。哎呦，转了一圈，真好，是
的。嗯，很雾哎。看不到。其实人很多。滑呀滑呀滑。我冷了，开始冷了。我要帮我拉一下一下好不好？啊，你有甩开吗？我全开，因为我刚觉得很热。好的。是往下拉是不是？对啊。我这边，哇。拉不到。看不到东西在哪里，不知道怎么拉。嗯，不然我再帮你拉。真的摸不到了，好，摸到了，摸到了。好像没听到呱呱声，有听到了。Swing swing。嗯。好酷哦！好好好好。那个啊 ，USA。是吗？是啊，这个声音就是知道。America。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那么好。什么东西啊？搞不好它是啪啦啪啦。不是，它就是猪。是这样吗？哎、欸，梦，你小心！梦，你要把人家杆子撞坏了。那你那样很危险呢。他会帮你捡吧。他会帮你捡，他不会让你去。你怎么了？我让路给你啊，然后往左拐，扭不回来。举不起来，内脚。对啊。对啊，举不起来吗？我知道举不起来，但我不觉得我站错，但我真的举不起来。身体会更往下面倾一点，甚至于跨到摸膝盖的程度。嗯。那时候就举得起来。哦。
去了。其实那个时候这只脚会刹得更稳，而且你这只脚的左扭右扭都可以控制。我是说踩住的那一只脚，可以控制你的方向。那时候就会用到这里的力量，就会觉得有点酸。就可以再继续练。好。Yeah, and we didn't go and hide any height there as well. That distance would be gone in like 2 seconds if we went back through. Yeah. That is incredible. Yeah. 对啊，你就要下去了。你的自己的相机开了没？有吧？我不知道啊。有啦，我刚刚有看啊。我的嘞？有啊，好的很啊。9点了，为什么还在下雪？没关系，下就下啊。你很想拿棒棒？没有啊。10点、11点一定 OK 的啦。其实这很不，我没有很稳，没有很多抬脚，多抬脚，至少现在没有很跳，我觉得一点点，所以要趁现在多练习，越新越来越跳。你自己小心一点，我会想办法下去。啊，你坐过来一点。好的，棒棒棒，太小。就练习啊，练。那这一趟我就自己滑了。好，不用管我啊。然后我会再坐一趟，然后下一趟就从上面滑到山下。好。今天什么颜色的裤子啊？这次我有纸了，我就直接把那个啊，人类层可以借姐姐穿吗？啊？人类层可以借姐姐穿？可以啊，他穿得下的话。没有啊，他也没有变更大的太阳。他可能很崩吧？还是他要穿，反正穿里面是吗？看他皮肤会不会觉得不舒服？因为里面缝线跟跟口袋，我没有感觉。我那里的皮比较脆弱，那里、口袋刚好就是那里。
那那边动不动摩擦的话，就是这样子才会那个。那你这样今天穿这样会不会冷？不会啊，目前还不会。我也不会。欸，我觉得手套其实是手套的能力下降了吧？手套干嘛下降？我早上不是很得意的说，我先不要戴那个手套，让它比较不适应。但实际上套上来以后，它里面还是有点冷。是吗？我也不会冷欸，我手套我手应该还是热的。我是说手套外面的温度传不进来，就是比较不耐。这是我们现在戴的两人戴的都是新的。没有啊，没有多新啊。有啊，这个去年也是穿这个、啊。这是后来新买的，是我用灰的。明年要买，明年要买，我要是可以买到一样的。我家里还有啊。我不可能只有买一双给你吧？你应该还有蓝深蓝色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没带的、哦。对啊，对我然后我还有很花俏的颜色。我才不管颜色，就是你要抢我的桃红色、啊，就是要大的，大的就好了。哦、大的，因为我的是女生的，是小的。对啊，小的话就不要，小的那个里面戴手套会绷起来，变成压力手套。还是这个缆车，我其实坐上去已经35分，那我就只能滑一趟。好了，滑一趟就好了，滑下去。因为通常一趟好像都要10-15分钟。因为坐缆车的时间，那这个又蛮长的。好饿哦，今天。有你教我的那样，我就发现，那平常可能在用踩左脚的朋友，虽然我觉得我有放，但是我右脚可能也有偷扶着。没有，因为那样才安心。然后通常你摔倒的时候，就是另外一只脚扶太多了，扶太多的那一瞬间啊，你又不敢踩，对不对？然后有点，有时候岔开，岔开就变成那个，有时候会岔开，会觉得两脚太开了。然后有的时候你是甩尾，甩尾的话是右脚甩太多，最后就变成八，对。然后那个甩太多的话，就是你重心放多一点的时候，它会压得很紧实，就不会甩太多。其实就是一直练侧杀，先练你熟的那一只脚的侧杀、也可以。就是你可以想象，就是你在转弯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人冲过来，你要刹车，停下来的那一瞬间，那一下会踩很重。你就试着随时在你右脚，你觉得相信右脚，你就在弯到一半的时候，试着直接刹车，看你能刹多近，差不多就是那样。今天怎么觉得我刚刚觉得滑没几下就下去了，而且比较不挂。今天 KK 声音比较少。有啊，今天也很冷啊。对啊。我有突然有冷，刚刚都不会冷。你两只手都拉到了吗？你说拉链啊、喔，侧缘拉拉。嗯。突然。要尽量左右转。我有啊。没有，我不是怪你，我是说这样子的话，我就比较敢往右边一点，不然你又说我推你。确实我有推了，但是就是挤到的关系。竟然甩到那里面去了，我不知道有那么里面。好啦，那个穿绿衣服吊手套的又来了，来给他按变慢。对啊，应该是不会。一开始你就是努力想右转。好啦，那以后我坐左边好不好？都一样意思啊，就是要避开另外一个人会比较好。我已经够右边了吧？你这不是我的问题了吧？我已经超早下车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是那个椅子把我往那椅子会勾起来，我就是有一天忘记下车，就是差点被他勾走了。他把我左脚往左勾了。对，所以不是我问题。对，不是你的问题。然后你刚还要说是因为你这样路给我。先怪我，你也是会怪别人吗你？好啊，我说错了，对不
去圆圆沟或者最终上厕所喽。某某上课加油。某某加油。Gracias.
刚刚既然上厕所，我要去那个昨天送馒头那边喽。今天的柜台又在那边查了一阵，所以找到还是有差的。下次上课打折卡吗？不是打折卡，应该是代表这个我有资格上课的卡。它上面就是说，就是有他的地址、电话什么的，名字的地方写了一组号码，所以这应该就是我的上课卡。
葡萄露啊。嫩葡萄露啊。
这卡拢无呢。但是我们都在山上没差，然后我来了兔平配啊，再来滑滑看那个霜雪。我现在等着坐缆车嘞，是山路，体力都用光了，差不多。
湖啊，坐一下。好深哦！
那边雪很大，也是看不太清楚路。然后棒棒我就算了吧，你好好上课，拜。
全路。怎么说才会看得清楚一点？看一下，真的是看不见。
到了。死我了。你说你在哪？我在山顶这段花了两段，我都觉得我一两分钟就下来了，怎么觉得距离变很短？奇怪。那我下面第二段这段，我再滑个两次，我再去找你。
差这一二百米差不少。中间行，就是边上潜水。啊？中间好像行。中间肯定不好。那个下去之后，那边还有个缆车，是吧？再往上走。我操！前面卡了。昨天还看了，昨天还能看着山头，现在山头上面。
ゆっくりでもいいんだけど。
厉害。